欢迎来到小哥播报，看得到更看门道。2024年9月28日，史局上无人出局，富邦攻占13垒，轮到张育成打击。味全龙后援投手是羊头瑞欧，对决之前主投91局，防御率只有0.88，捕手直接打出变速球暗号。两个打席，哦，这一棒带起来，在左外野方向确信不。张育成留住重心，击球节奏完全到位，变速球下坠的角度也不明显，加上要外角跑到内角，更有助于张育成拉打暴击，形成超大号全垒打。这球要不是有插到灯柱，更是会毫无悬念直接飞出绿色护网外。这是跟张育成在大联盟一些拉打的类似开轰比较，推算这球的击球距离应该是落在400英尺上下。张育成已经连续4轰都是扛变速球了，赛后 OPS 刚好来到整数1，已经是中职超过100个打数的打者中最高，平均13打数就。也是中职开轰速率最好，渐渐打出身价，也难怪富邦羊头富兰哥跟其他洋将说 ：“You don't challenge, it gets out。”